在现场呢，我们现在在满纳海学校里面，后面坐的满纳海学校的学生，还有阿里先生，还有阿泰，还有马老师，还有刘易师姐，还有所有的满纳海学校的学生，向上人很感恩呐、啊，看到了，再土而起，虽然呐、啊、有形的地理，可是呢，有这一份无形啊的爱的连线，哪怕是万里之路，它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呐、啊。这不也就是呢，就如《楞严经》里说啊，它是在一毛端。但是呢，一毫芒的那一端呢、啊，可有无量数的世界。有心就有世界。看到阿里布神长，还有赤麻教授，都在现场里，都很亲切感。这个缘圈这么的。多年了啦，还是呢，总是这一份的情，都是还联系不断哈、哦。看到了孩子们，他们呢、啊、都很踊跃，记得几年前台南的地震，他们在。马纳海学校的孩子啊，也赶快响应陀祖统，就是要帮助台南的地震。921的那一年，土耳其也是有地震，那阿贵主起他们。从科索沃要回来之前，我们就把他拦下来，一通电话说你转机到土耳其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还记得伏击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联合报就会看到角落啦，有一块文章，那就是伏击事写的。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一篇呢，赶快请阿贵说你赶快联络，你们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呢，他们就赶快联系连线上了。从此开始呢。展开土耳其救灾工作那一段呢、啊，奥妙的事真多。我们呢，那个时候其实呢，也没有种子在那里，也没有人脉关系在那里，真正的吼、哦，亲像入大海伫咧望江赶快。但是呢，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因缘就这样的产生出来，真很感恩。每一次想到了土耳其，总是感觉因缘很不可思议啦。总而言之呢，这都是哈缘牵的，所以人人呢，向着自己的生命。盘点一下生命的历史啦，几十年来我们在人间，人间呢曾经何时有发生了什么事，曾经有过回忆一下，这才是人间，这就是我们人脑的价值。咱人的头脑的价值就是
他有回忆，他有记忆，他有分别。那跟王执行长还提起了，提起那个巴肚肠啊跟脑，所以说起来是第二个脑。因为呢，他知道我巴肚腰啊，我巴肚的感觉，肠胃啦，肠呢，应该呢，他都会通知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时间到了。他对了，刚刚讲不可思议呀、啊，所以说起来呢，人生有许许多多，其实呢，各就各位，发挥了这各就位的价值。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的生命体啊，都有各不相同的领域价值。那完整起来呢，我们可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地与地之间，可以把它从远拉近。那有的呢，从近推远，这都是呢，在人的思想观念中，从近推远的，这可能各位想一想，本来是亲其亲啊，但是呢，在思想上呢，等等，也许呢，一缓呢，就是这样互相排斥了、啊，很远回过头来，亲为敌等等呢、啊，那心念再开阔呢，敌为亲呐、啊。这人世间如何才是幸福人间，就要如这样，不管他多远，不管语言通不通，人种呢的同不同，我们呢都是共同的生命体，不只是人类的共同生命体，与动物也是共同。所以最近我们都在推啊，树，如树，也就是很期待大家呢要来体会大哉教义。我一直很期待各位菩萨把这个大哉教义人人要放在心里，还要呢去发挥大哉教义的智慧，不是凶性，不是常识而已，是智慧，转世成智。你转世成智了，才能生命共同体，才能呢与天地共生机。في 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يمون الذي نلتقي مع حضراتكم تحت عنوان حملة البر والوفاء لأهل المعروف والعطاء. لما قالوا لي قديش بدك تتبرع، قلت له بدي اتبرع بالرقم الفلاني، ومع ذلك أنا كنت حاسس بإني أنا مقصر قدام شعب وقف معي وقفة ما بنساها. 这人间很珍贵，在这波疫情呢，让我们更能理解无常，让我们更能理解呢人间的可贵，所以我们要彼此珍惜，同时呢要对自己啦也要珍惜，那彼此要感恩。对自己，同时呢，也要道感恩，好好珍惜好自己的生命健康，
好好呢为人间世界而付出，要扩大爱，要拉长情，不要爱在自己，也不要呢只是爱在自己的小范围，我们要爱自己，同时要扩大爱，爱在人间，情要拉在全球，如现在的这样的科学这一波的这四性的长情，我们都可以呢拉得很紧很密哦，那所以很期待啊，大灾教义在这个时候。